斯派特激光清障仪组装使用教学。清障仪外观结构，主体外箱，打开外箱，里面分别是云台、三脚架、激光发射器以及电源启动钥匙、电源指示灯、启动指示灯、激光安全报警器和急停按钮。便携式移动直流电源。清障仪的架设，打开主机箱，拿出三角支架，将支架平稳架设在地面。拿出云台，将云台底部对准支架卡槽，将云台与支架固定并锁紧，将云台连接线插入主机箱侧面对应接口，将发射器取出，底部与云台卡槽固定并锁紧，清障仪与电源连接，将电源连接线两端分别插入电源和主机箱，并旋转锁紧。清障仪架设完成，下面我们到现场实地操作一下。清障目标：输电线路鸟窝。第一步，架设激光清障仪。第二步，连接并登录清障仪。打开设置，连接清障仪主机内部局域网 WiFi。点击桌面清障仪 APP， 进入并登录清障仪系统。第三步，测距仪测距。使用测距仪测量清障目标物与设备之间的距离。第四步，瞄准目标并设置相应参数。通过方向键移动发射装置，并对准清障目标，将镜头放大到30倍。进入距离菜单，选择相对应的目标距离，并按执行确认参数。选择合适的激光功率。第五步，开始清障。通过方向键移动激光点，对目标进行清除作业。清障结束，请检查周边环境，确保无火灾隐患。